荣耀最新推出的新手机荣耀 9X Pro 啊，它采用的是前置1600万像素，这个升降摄像头到底耐不耐用呢？下面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暴力测试。好，我们找来了四款比较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啤酒盖都是完好无损的啊。大无数。刚才我们已经拿这个荣耀 9X Pro 呢，然后一下就是把这几个啤酒瓶都起开了啊，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摄像头是否还是完好无损的。看啊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下面我要自拍一张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没问题。